小苏，你在这儿啊？来看小薇的。嗯，张阿姨好。那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小薇呢？刚刚有个女孩子进来，说想小薇和她一起去陪陪小石头。对，他们三个总在一块玩。好久没和您见了，您最近过得好吗？啊，挺好的。 哎，小苏，你看阿姨最近忙的都忘了问你的近况了啊。没事，您忙您的，就不用管我了。嘿，阿姨都忙完了，你一个人坐这儿也无聊吧？我们都那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可不得好好聊聊。这个小苏最近有对象吗？带来给阿姨看看。 结束了吗？嗯，我在福利院外。好。嗯，杜老师，有一件事儿，我其实一直想问你来着。请问，你是易静吗？ 好歹回个话吧你，就算不想承认你伪装一下也行啊，何必这样呢？还要跟我多说一句话就会得瘟疫一样。你走你的路，我坐在这里又没妨碍你，但是请你不要一直站在我跟前，也不要一直烦我，好吗？哎呀妈呀，苏老师，你说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儿啊？刚刚是你走在我前面，我在后面，现在是你坐着，我在这儿站着。 虽然这只椅子是你先站着的，但这路总不是你修的吧？我爱站在哪儿站在哪儿，你我乐意就行。你看啊，易经呢去节目访谈的那一天，我在电梯里面遇到了你。易经的新歌用的是王献之的典故，而我跟你刚好探讨过这些，这肯定都不是巧合。 易经是谁啊？嗯，三，没事。苏念青，苏念青，苏念青，你站着！我让你站住，你听不到啊！哎，我让你。 所有的也许，让我相信。
请你放开手。我不，你要让我放开也可以，你跟我回去把话跟他说清楚。我刚才说的不是实话吗？你还是板痕上打折的，是吗？你怎么是这种人啊？让他看看去。哪种人？看看呢？是啊，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？你说我为了你跟家里面人闹翻了，跟你来到厦门，你说过会好好对我的，还说会做个好爸爸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，要去和那个女人约会啊？这小子真可怜，看我到现在连饭都还没有吃，孩子跟我都还饿着呢，你说你怎么那么忍心让我出去拈花惹草？这老婆孩子都有了还出去约会啊？太欺负人了！你不是从小就只和我好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却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？你说要是别人我也就忍了，可他偏偏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们怎么能这样欺骗我？年纪轻轻的，真看不出来。你男人长成这样，花心都拿了，你大客人。禽兽！禽兽！怎么太过分了？三五爷。你先起来。我不。你想怎么样都行。先起来吧。我饿了，我要吃 KFC。你穿着。行，我也再不干了，走走走。我不冷。是哪也得穿着。还是你想看我接着哭？看你一直拿在手上，我还以为这衣服有多丑呢，这穿上不是还挺好看的吗？给你。怎么了，三老师？你在做值日啊？嗯，他们刚才在玩的时候把扫帚扔在桌子上了，下一节又是苏老师的课，苏老师喜欢干净，所以我在赶在他来之前将这里擦好，免得弄脏他的衣服。小薇喜欢苏老师？是啊，苏老师很温柔呢。啊，是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我给他们？他们要的不是今天你的一包糖果，不是谁的明天一盒饼干。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这是我能做到的了。就是因为你能做的只有这些，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要做。是你自己太敏感了吧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就算他没有父母，还是有很多的人在关心他爱护他的。三五爷，请你收起你的怜悯和施舍，他们要的不是你特别的关注，而是其他的东西。你根本不懂。我不懂啊？那你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啊？因为我也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生日快乐，年轻。
妈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水果汤，真的对不起啊，要不是家里实在太困难，你爸爸是绝对不会把你暂时送到这里的，你再等等我们好不好？好。对不起啊，年琪，妈妈还有事要先走了，妈妈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年轻乖，妈妈后天就来啊。年轻，你要乖乖练琴啊，妈妈下次来想听你弹妈妈教你的那首曲子。手帕还给你吧，你擦一下被淋湿的地方。本来不想还的，白白丢了一次没花找花的机会。话不多说，一直在等什么？中耳边有个声音一直陪着我，让我不再怕日落，太阳雨故意洒落我的肩头。想起了什么，像是在哪里听过，不自觉的从谣言深陷认出你的我。下一秒钟你抬头对我笑着，说各自拗口。我熄笔以后，黑暗中自然而然拥抱牵手。我时常言不由衷，但遇到你后一切变不同。原来是女生花，星空一直在闪。遇到你后才学会。不是冬青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冬青和女人是不一样的。啊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伞吗？Thank you.
简单的，就是叶子边不一样。你摸摸看，这个很光滑。冬青的叶子边啊，都是锯齿形的。是不是？那天的芦荟也是锯齿形的。对啊，你感悟力很好嘛。